哦，错过他们了，我们胜率更高。我们是战术性的。对。那啥那啥，啊，没有。没场地，没场地。主场没有。那是连那个谁立个的时候没给你租。对。好球，打进。打进，我再上去。大姐，你看去巴塞罗那取过金的，我靠！往这边站，往这边站，这个场很宽。在我这边，媳妇儿推上来，哇！哎呦，脑子往前看一下。大姐没问题，对，大姐腿长，腿是真长。我操！给他跑，跨栏的，我操，那不跳高的？干这个，漂亮，可以吊门。哎呦，大瑞，速度上来了，好球！哎 ，Chris 来，哎呦，好球，可以坐，可以啊。Chris 很冷静。好球，好球！这边 switch， 再往边拉 ，Steven 推上去，边上推上，对，突的，可以突的，漂亮。这套边好。中间接一下。我操！哎呀，好球，好球，可以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 ，Chris， 被对方射了一脚是啥意思？哎呀，暴龙，你适合解说，对吧？这个球本来是我们人上东一脚的，被对方射了一脚。你得拍着丁一的秃脑袋，你不给丁教练？拍，哎，我靠，丁真的拍到你脑袋了，肯定的，我要拉进来，远远景的话，丁教练的光辉形象就被你毁了。我还真没注意，我靠，这反光没看清楚。一言一行啊，这个上传的。太啊，这样是不是好一点？这可以，没有拍不到，没人拍到。你坐起来，你坐直了就拍到了。他刚好这样子。一直这样我累啊。为了咱们丁导的形象。哎呦我操，还可以，想超标就来了，起。哎呦我操！再来，使劲儿！你左脚就是差点，果然是左右脚均衡啊！大姐，你看，那左右脚都来一个，左脚踩一下，右有点来万的意思了啊！有点这个什么莫拉塔的意思，全是一组脚，双立足，漂亮漂亮，双立足，走，好球，再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再倒进，再往外连点好。大俊回防，大俊，看齐。快点跑，加速！哎，他们还换守门员了。对啊，换个守门员啊。对啊。我操！你看人家守门都抢着守。没了，反正都一样了。对，都一样输。啊？自己滑倒了。我操！跳跳，太野了。有，他们追上，能追上，没错。哎呦！好球！草还是甜的，嗯。我过顶了，哎呦我靠，这球从背后推的不对呀，我靠，这么明显这个手。Switch outside， 好球，可以突的，好球，就差点。兄弟，停着你牛逼了，一块强，哎，上一步，对，往边，小心，哎呀，还在等，哎呦我天儿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先靠住人，跟着，好球！哎，大姐，哎，看大姐，大姐牛逼啊！后来人了，大姐，球，我操！哎呦球，突的！小心越位 ，Stephen， 不要冲太上了，你是前卫，对 ，Switch。我靠！漂亮！哎呦我操！没蹭过，没停住的球，能不能有？怎么把车停这么远？等会还要从草地走。你停哪儿去？停那边去。对，我也停那边。我说早上来吧，全水，关键草地上。
鞋现在都十万就是厚了，袜子都厚了。我操，阿森纳真牛逼！急不急？最后几比？三比二。利物浦又输了，我操！对，我走的时候是上半场一比一好像。二比一。二比一啊！我靠，最后最后进的。我靠，我是大概四十五分钟就补时的时候走的。出门的。今年利物浦这么慢吗？我输多少了？你们已经大腿走了呀？对，肯定的。太牛了！这里不错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可以，很多地方。我们都是这个地，都是就是这个地。在临时，不是跑跑，就是跑跑。就是这附近的。好。他那个能拿球，那个高个26号下去，那个能拿球，不过。我靠！我操！我操！像人，像人，哥。这玩意儿就是心跳啊！说太对了。行，吃点牙签，大心脏挺好。再转转转转这边。踢到回中间来了，对。对，都是边路。哎呦我操！可以。哎呦我操！这传球有点重。再加上水呲一下，哎，那个谁没来啊？小一，小一，上山的，咋的了？哪边？哪边？右边，右边。好球！哎呦，好球！好球！好！哎！打门！哎！好球！哇哈哈！好叫叫叫叫，逼到叫啊！好叫叫叫，鬼嫂叫叫，可以可以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转到一半不往下转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九号线拉皮的都够不着。对，拉半天又够不着。够不着，跟不上。今天就是。爸爸，我也这边。比上一队斯文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队。这比较脏，还行吧？还行啊。还可以，确实还可以。这两年进步。球风进步了，人脏最脏了，出来也很脏。好，不过刚看了。你看他们放弃了，上了几个大肚子，完事了，认输了这就。漂亮，大志！人球风，我靠，漂亮！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又瞧来了。犯规，这个球犯规，还抢。好，叫叫大志。大金，我进区进！大金，我进区里边！我操，王木，好球！哎呦，我操！什么事？哎呦，我操！这球一定要先卸一下，你跟着球跑就追不上了。这种球。后卫基本没压力，没压力呢，最近三场都没压力，感觉这场就整个压着打，比上场打的简单多了。哟，我操，这球投漂亮，谁点的 ？Chris 吧，哎呦我靠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小童甩的可以。咱们定位球还是可以进球的，好球好球，是吧？咱进多少个那啥了？哈，投球了是吧？Steven， 对，我不是前锋，不是前锋。我是头牌，我怎么不是前锋？头牌和前锋是两个概念啊。我就是去接客的。又打进 ，pass， 哎，哎呦，打进反墙，又往后，哎呦可以，这个腿好用，哎呦，都是后卫的，进后腰。对，哎呦漂亮！太快了！哎呦我哎，这盘我对，对，这脏逼我操，跟十号最鸡巴脏。这场你看那嘎直接就下去了，啊，一个大斜坡，那个边儿，那个坑，中间有坑，这边我操，我们拿球在这边中间全是坑。这有事，大志有想法。大志，大志来一个。大志，大志有点想法了。
还不大，真有想法。大志不能上去，大志说没劲儿。你胆不敢来呀、啊！我操。男性一个女的大，你比这不是差不多，你爸比你长呗。我跟你绝对一样大。马挺法，我这是什么挺法？马大帅显现足。花哥，牛逼！谁说的？牛逼！马青，谁说的？哥哥打脸了吧？行，马青，马青。马青，朋友圈转起来啊！拍到了，拍到了！厉害厉害！我靠，马大帅牛逼！马大帅牛逼啊！可以可以。这时候哎，你看还轻轻松松的。这时候法比大佬好。大佬那个大佬是偷袭，大佬是偷袭，人家这有人墙都摆好了，人墙摆好了，人家偷能漂亮吗？人家还有争议性的进球啊，人家还在抱怨，这马大帅进了，人家也一点办法没有。上来，史蒂芬，史蒂芬，对，我的大个上来。哎呦我操，大舅，大舅来了！哎呦我操，干倒俩！哎呦我操，干倒俩！太敬业了！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这球！哈哈哈！我再录下来，大舅听一听。我上班上一会儿画会图，累了，我就把大舅给叫出来，然后艾特一下，把他骂一顿。哎呦！秃的秃秃，哎呦哎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三个人一个还能出来，又出了，好球，传中，可以，好球，这就可以，绝对可以，我哥，这还传的可以，牛逼，大志。大哥，那大 G 不是大哥，那是你大 G 叔叔，大哥我叫上辈儿了，上辈儿上辈儿。那大 G 管你爸叫叔叔。就这个拿球，这个后期，大家都不用看。看着一步六，哎，上一步就会。对，上一步。出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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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不了。好球，丹尼。对，他就瞅一落地就停。Red sub, yellow sub, 太软了。谁？这大姐要换。大姐换。来，我来，我踢一会儿。安排，上面，上。那边。哎，快。冲的多好啊，大姐。右边，右前。透支了，哎，那个球，我操，偷车三四个人太牛逼了。就差一步，那个绝对。干倒三四个老外，三四个牛逼，太牛逼了。哎，那个球起完以后，小库在那块喊：“大哥，大哥。”大哥，可以，我靠！我靠，差一点，我靠！这次好几个机会啊，这个队真的不行，我上去弄了，靠！你这那个真的差那么一步啊，一突三，我靠，那个就进了，我靠，绝对的！三四个人突进去啊，太牛逼了，我靠！传出来，还能传出来，没传好，靠！可以，传的可以了，这球可以，能这么顿突还要传？上半场他有三套单招。啊，没进，没进，这是。好球啊！一脚。好球！突的，哎呦呦！好，行，我录啊，这边你上。没事，你上吧，你休息，你休息，我先等我再上，等换人再上。你先休息会，先休息。你休息一下，你休息五分钟，让那个谁，一分就上了。今天冲一冲，你看这二十六号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就他一个人。这个是刚才那守门员，四十号是守门员。来，给一个，漂亮。好，叫往前，我亏死你往前。前面。没事。No, 能不能追上？能不能追上？我操，这是大 G 追上了。大姐不该下了，主要大姐的腿长啊！我刚什么员都突然动我了，我一顿乱动，突然就回去了，灰溜溜的。大姐肯定是，他就以为是你在的，我传大点，完一看阿曼在，我操！阿曼杠上，我操！对，我就说，你那腿长多了，这几步守门员不一定比得过你，我哥。操，真的，刚才你给我咋？小伙人喊大哥，大哥拉花了，操！其实我没成功。一会儿你看看视频，我多少人替你呐喊助威？没劲呐，操！要什么劲，这样就行了。对，我觉得也是，十分钟搞定了。今天完事儿任务，喝茶了就。往外走，往外走。哈哈哈哈哈！没事啊。打门，打门。哇，这球传不错。传中。哦，这个。哎，角球。第一个角球。
我操，这球我操，四三四四十六。你看那个时间多长时间呢？十五分钟。啊，十五分钟。大佬伤啊！我操，帽戏法啊，难得好几回啊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个大佬。大家赢了，真重要。哎呦我，等会儿再说。赢也稳了。算了。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大志那里，大志那里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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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急不急，慢慢回。这么快，我们这些替补啊，踢的都有招有法。远射，踢的不错，真不错。漂亮，漂亮，往里进，往里进。不用踩，哟，这么胖能跳了。哎呦好动了，对。